那我们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平常大家应该会觉得我怎么会用这个题目呢？这种找图片谁不会，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就是有人不会，真的，我找给你看。一般来讲的话，各位你进到我们的 Google 找图，从这边进来，对不对？请问你找图片都怎么找？废话，关键字啊，敲门没有关键字怎么？啊？对，上传图片，这个是这边有没有？以图搜图，你可以拍照的，所以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经验啊，这个人我认识啊，但是名字叫不上，有没有？就看过啊，可是我就这幅画我看过，但是叫不出来。这个地方我去过，真的真的我去过啊，叫是什么地方没有不知道，怎么办？丢上去就好了，对不对？好，所以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你知道关键字，比如说像我们昨天在那个育达科大，有老师说要找那个。最近管先生比较有名啊，啊，你们没有看新闻了，爷们儿，啊，那我们没有政治立场了，但是刚好，你如果是这样找，或者我找这边的，好的啊，找我的这里，反正我里面有一些图档可以拿来用的，我看看，我找这张可以吗？这个在。他真的有去台中公园吗？好像没来嘛，吼。对对对，请问看到这个你要找什么关键字啊？那只有出现高雄跟基隆的啊。台中公园那也是一堆啊，对不对？所以你就这样，这样嘛。有没有看到我用脱衣的？但是记得哦，不要拿 IE 来侮辱自己哦，因为 IE 不支援。请你用 Google 浏览器，好，你这样一丢，他就帮你找了。没有，我看一下。好，图片丢上来，有在上传啊。我那个档案有比较大吗？好，有没有找到？你会发现哪里最大不同？上面不一样。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不一样？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不小心他已经帮你把关键字找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图片会说话啊。如果你有看过什么 BBS 啊，乡民的正义啊，他说没图没照没真相啊，不是这样吗？对不对？照片会讲话，因为他会帮你找相关的关键字。好，所以好不好用？好用。因为我们常常要知道的是这张图片代表的后面有什么资讯，所以你用这个方式你可以透过它找到跟它相关的，你看就是没有台中的，你看，所以你不要用那个叫什么湖心亭来说哦，这样去找就没有啊。好，那我们这样一找之后也会找到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跟这个照片有关的所谓的相关的资料，对不对？网页的资料。第二个，如果说你这张照片已经找到了，我也可以找什么不同的大小，有没有？有时候我要找不同的尺寸啊，所以点下去直接找。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了吧？因为有些人还不会用这个，可是这个不是 Google 新的服务哦，真的真的，这个好久了，只是你没用而已。好，所以有听过网络上有一个名词叫做人肉搜索吗？那个人如果你对他不是很好的话，你就把他丢上去，万一你不认识他，想要找到他，只要这个照片就是这个有在网络上的活动度够的话，应该会有找到。所以虽然不认识，但是也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当然他不是像一般机场啊或者是港口那种所谓的真的就是一比一的很仔细的比对，但是一般来讲只要活动度够，应该找到的机会是蛮高的啦，好，蛮高的齁，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那这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是你真的找了关键字，但是我想要找跟这张照片雷同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你觉得这个角度你不满意啊，对不对？我要找相同的，你可以怎么做？可以这样按着它
丢到上面来，有没有？比较少用这种方式，对不对？你就拿这张一丢，它这个叫做以图收图，跟它相关的、跟它类似的就会显示出来，有没有？看这里有告诉你，看起来相似的，可以确定都有黄色小鸭，对吧？好，所以这个找图的方法你可以参考看看。那第二个呢，顺便一起讲一下，等一下各位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不要忘记要录影，我是要给你录影用，不是给你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的是平常如果你找的比较单纯的右手边，我们在 Google 里面是不是都出现这种什么维基百科的啦，或者甚至连对竞争对手的都把你纳进来嘛，对不对？它还蛮不错齁，那个竞争对手的搜寻型结果列出来给你看。但是呢，其实今年应该是在暑假七八月的时候， Google 有推出一个繁体的服务，叫做知识图谱。这个服务其实在英文版已经应该有两年以上了，但是中文版一直还没有推出，但是今年刚好推出来的，所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平常各位像我们一般找关键字，你是不是都像这样去找，对不对？好，这个我就先拿掉了，我找网页就好了。对了，稍微补充一下，如果你要用我们刚刚那种搜寻的方式啊，丢图的方式，要记得哦，因为它是图片的，所以你要切换到图片才有哦。你不要在搜寻这边然后再丢进来，说老师那没用你，因为它不是给你搜寻用的，它是在图片这边的搜寻才有那个丢进来的功能。了解齁，你回去试不出来就记得换一下啦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假设我要找这个，因为像现在太红了嘛。好，你看我们一找了它，有没有发现平常各位都是在哪里用，是在左手边去找，对不对？反正你可以确定左手边应该会找到很多它的结果。可是如果你有看过百科全书或维基百科，你应该会发现，就是我们一般你要找一个人事史地物，通常是百科全书会先做一个基本整理，对不对？那 Google 呢也希望搜寻引擎变得聪明一点，所以在右手边这边就有列出来，有没有发现跟它相关的资讯就出来了，包括它的经历，连生日人家也都知道。你没有看这里，我怎么知道他生日是多少，对不对？如果你查的是明星的，事实上资料更多。好，当然这个目前这些因为需要人工整理，所以也许有可能找的关键字不见得有那么快整理出来，但是慢慢的会累加出来。第二个，大家常常只看到这边就结束了，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下面这边有没有他告诉你其他人也搜寻了哪些。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一下，比如张家柱，你把它点一下，有没有发现上面就变了？不止上面变，连下面这个地方都变成张家柱的相关资料，有没有？那你可以直接从上面就切换，比如说毛志国，有没有？就马上就出来了。也就是你在同一个页面面，你可以很方便的去找到相关的，就是好像有点而线而面这样延伸出去啦。他希望让搜寻引擎变得比较聪明一点，这个叫做知识图谱，这样清楚了吗？那我的 demo 就示范完毕，录完 Ctrl